今天生活早来个饮酒日记。这时候应该买点下酒菜啊。Cheers。 也蛮不错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劲儿还是有点大了，很适合想要多喝两口的人。哇，很好喝哎，我从来没有喝过这种白酒的这种果酒，我来尝一下它是不是很好喝。单独喝的味道太臭了。这个也很好喝，它的是那种柠檬茶的味道，然后再添加了一点点烈酒的味道。如果这些酒哈加了一点冰块的话，它会更好喝。而且你知道我喜欢用网易云的原因，是我每次可以看到别人的留言，然后我给你们读一下。因为这就有点错误的心，我希望我的孩子产检能一路绿灯，安全来到这个世界，很佩服他。前两天在我们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，包括我跟我妹妹聊天的时候，就是说有的时候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渡劫的，我没有办法选择我是否出生，因为我们的出生本来就是很被动，但是我们好像来到这个世界上去看过很好的风景，去经历过很好的事情，也去受过伤流过泪，最后当你老的那一天，可能要尘归尘土归土的那一天，回想自己这一辈子，哎，我希望到时候我们想起来的时候是觉得哇，我的一生好精彩，而不是觉得说我好后悔我没有做什么事儿，我好后悔我没有吃什么东西，我好后悔我没有去坚持什么事情。我只是希望当我老死那一天，我不希望我存在后悔，我不希望有一天我说啊好后悔啊，没有选择自己想要去选择那条路，这才是最难受的。我要自己慢慢的把这几杯酒喝完，拜拜。